智慧的人生。阅尽人生辛酸事，徘徊流光终易失。劝君吸取修道士，苦尽甘来享鸿福。生时多勇健，何足羡，还不是人前扯门面。吾闻水要干涸，山要崩陷，人有血肉之躯，岂有支撑几十年而不变？冷冷的瘦骨几根，瘪瘪的精皮一片，既不能坐高堂享美禄，使他安闲，又何必劳劳碌碌当牛马，使他作践？倒不如幻化身相，换个菩萨肠一条，弥勒的度量及观音的慈眼，恭心一片，来个福慧双修，又何苦人间计较奈何？徒儿啊，你们应该如何去创造你们的生命呢？生命本来就有，为何还要创造？就是因为生命有限，而你的使命重大，所以你必须去创造。为师以往也讲过，以短暂中创永恒，在平淡中有惊奇。明白不明白这创造自己生命的各种意义呢？今后你们当如何去生，如何去完成这个使命？要把心安定下来，在人海中把握方向，更要积极地担负起自己的使命，知道吗？你们活在人世间，留在这个世界上，是否值得？就看你们如何以有限的光景年岁，创造出不朽的事物，好留给后世的人值得观摩学习的。那你活在这世界上才有用。你们要把自己看成是个艺术家，是个雕塑家，所以你必须把你一生最光芒的显现给大家，显现给后世的人。人生不如意之事时常遇到，你如何在不如意当中打破这些不如意的情景？希望你们都不是遇到了临危之急才要修道，希望你们都是已经看透了一切，彻悟了一切，对不对？还是老师高估了你们？你们原来是被人生的逆境打得头破血流了，才看破一切，修道了，
有些是被病折磨得快死了，才说：“好啦，我要修道，我要立清口愿。”太晚了，明知会如此，为何不赶快做呢？现在流行一首歌：“快快走，向前行”，而不是原地不动啊。机会要自己把握，你犹豫则自失机会。你要有这个冲劲，直往前冲，则成佛有余。但是我们修道也不是为了一个佛字在追寻，我们是在尽我们的本分，是你从礼天下来的本分而已哦。现在的人大多只为自己着想，芸芸众生皆如此，难道你也要如此吗？人家做不到的你能做到，那才配称为圣人。这人间细想起来也没什么，烦恼都是自己找的，慢慢的把烦恼化解消化好不好？人皆有苦恼，皆有烦闷，一定要自己去化解，别人是无法替你吃饭的。唯有付出，唯有一片公心，才能够无烦恼。如果一切只为了自己的私心，只会惹了一身的烦恼。疫情天下无难事，百忍堂中有太和啊。希望你们能够把它真正应用在你们的处事上，在你们的家庭里，让这个社会也能够受善气的熏陶，变得更祥和。时间有来去，何妨让烦恼也有来去，好不好？徒儿们要尽量放下名利，但并不是叫你们都不要做事来佛堂，而是坚守自己本位，不要多贪求多拿取。名利完全是一场空，不要太执着。人往往一出了名，就受名的牵绊，怕破坏自己形象，常常为名所困，为名所害，又把名利看得紧紧的，为名利尽失和，你争我夺，就像呆头鹅。要想学道啊，就要先破这些，才能够契机。否则争这个名，争这个雄姿，到最后呢，也不过是孤魂野鬼一个。徒儿若要求名，也当求万世的名；要求利，也当记天下的利。在人生旅途中，难免有高潮有低潮的时候，
有时快乐，有时也会有寂寞的时候。自古圣贤皆寂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我所做出来的别人不了解，可是一时不了解，以后人家就了解了，是不是？只是在那段你寂寞的时候，你如何把它挨过去，如何把它独处过去，如何把你寂寞的心灵抚平跨过去。你跌倒了，流血了，你也要自己把伤口抚平。就是在那一段没有人安慰你的时候，你也要坚强你自己，懂吗？认清真理，实力去做。你们若有付出，上天自然不会亏待你们，不会辜负你们。专心去做，上天自然会拨转。世间的困顿总是会过去，不要让它来困扰你。人生本来就没什么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你欲念越多，心灵的追求就越少。欲望是永无休止的。如果你们一心为道，努力流汗所赚的钱，除了为生活花费之外，你还为众生花费，同时你的时间为众生，身体为众生，血汗为众生，你处处为众生的快乐而卖力，为众生的性命而卖力，那时你乃是众生的，同时也是老天的。静下来，看看这世界，为了生活忙碌，转眼生命消失，多悲哀。我们要把握此生，勿障碍自己，好好修持。人生是一场戏，你是演员，不要认为既是假就乱演，人家会说你不负责。你要尽力演到好像真的一样，但也不要被自己所演的所骗。现在你们对于真实的不了解，对于虚假的更不了解，所以真真假假，是是非非，难分难辨了。一说情，一说理，该用情时又太理智，该理智时又太用情了。理智和情感就不能执中，不执中就偏其一，偏其一就受其所累。眼光放远大，人世间不过这样，生下来哭一声，死去了人家哭你一生，那你匆匆在人世间走一回，留下些什么没有？
人家有没有说你是好人？道成天上，名流人间呐。当你目光注视着椅子时，其他东西看得见吗？当你名利当前时，生死大事看得见吗？妙智慧要去破，上天自有妙应。今天你要得诸佛菩萨的妙智慧，首先你要付出，是不是？没有奉献牺牲，哪能得到这些？众生都是一样的，拜仙佛时你得先跪下去，把你所有的高低都放下。今天仙佛菩萨不是要你跪在下面，而心却高高在上，是要你放下我执之后，仙佛才能与你智慧相通。了不了解？何谓智慧？智慧乃上天所赋予，非后天之巧智哦。徒儿知不知道，智慧由哪里生啊？要少烦恼，少杂欲，智慧才能流露。另外，也要让自己看得深远，智慧才能开啊。不管前世所造的业如何，只要今世认理实修，善念必能受到上天的感应。懂了？欲海难填，苦无边，暂时快乐悲哀怜，风流云散兴衰事，苦乐不均惹痴嗔，斐然成章纵偏注，莫若无语留点真。